这个。哎、欸，四个活动都是啊。是吗？啊，有还有什么？我都忘记。活动任务，你不是说飞龙种、水妖鸟？对啊。再加入珊瑚台地。哦，那快了。刚好。活动入珊瑚、飞龙种、水妖鸟、鸣波龙。鸣波龙就随便打，看要打力战还是。就是到打水妖鸟看到这个活动，还是我去把我的森林归一，然后去冲荒地啊？江江现在在努力冲荒地了，可是他游玩时间非常短。对啊，就我来冲吧。不是那个吗？也是可以，你那边多少啊？我多少？我是森林跟珊瑚七啊，两个一啊。啊，其他都是一哦。嗯啊。可以。给你看啊！而且我要冲也是因为我要岩飞龙啊。对哦，岩飞。我要岩飞龙的鬃毛。对，我需要它的毛来做克制。啊，你的那个雷荒地多少？我好像二还是三来着，那你比我们高啊？啊，因为我就一个七啊，另外一个五是瘴气啊，所以就来基本上接了。刚、好可以用这两个任务的四英米在我的店。猫的 KO 金，就你了。我去厕所一下。好。看看夺气能夺气，夺气猪能夺生气嘞！夺气夺气，来，你可以进来啊！谁啊 ？Nice， 我来啊！反正我只是陪我姐每日而已啊。今天没有当过来，等休息啊。你吗？对啊，他连假没了。对啊。哈？我连假也没。他请哎、我忘记吃饭。找不到我，
收到老皮邀请，不知道游玩什么鬼东西。啊，老皮，对啊。好，刚刚突然收到邀请，可是我有的游戏就邀请到了。夺气珠感觉没很夺气耶，他没有喘耶，还是他其实已经累了，你看不出来而已。累了，他是麻了吧？对啊，竟然是麻。对啊，你现在很累，你现在很累，你现在很累。你现在很累，心脏有了，他累了，他倒了，太累就倒了。那夺气珠一定要打脸哦，其实我刚刚没有打到脸。有吗？有累了。这好像我常见啊，他都快死了才累啊，这哪是累？啊死了！他没有累啊。整场下来一场都没有累过。对啊，给你看我配超正的装，你说外观也很正吗？就是外观啊。我黑羊鸟的腿看过很多次了。欸，啊，衣服嘞是什么的？蛮二，雷二。麒麟的，麒麟的。哦。麒麟。啊，还原以前的麒麟装的衣服。正的。对啊，现在说也不错看，但是我比较喜欢以前。他好像说过有点修改。玩狼人杀啦，傻眼。哈哈。哎，要去杀人了。该去杀人。上面找风飘了，砍他。还在上面倒留着。我先开撞。难得有大大找我玩，我却在打每日，而且那款游戏我已经卸载了。那款游戏玩到后面会觉得也有点疲劳。是一个雪地的类似狼人杀的游戏，是蛮好玩啊，就是不能玩太久。上次跟以前那个 GTA 的那个 RP 的人玩太久，好像玩了五个小时吧。哇，我的天，很累。我有点失真。下去。你很累，你现在很累，你起来就很累，你需要喘一喘。已经是心脏了，他睡着了，对他睡着了。我没有，我看一下心脏。有。我动不了，白痴哦。七面具。不是，我按到一键在走路，把 W 当成一在按。把一当成打不沾，他准备玩太糟了。你现在很累，你现在很累，在耳边喊催眠他。你现在很累。我觉得锤子是开荒神器啊，但是这边有位大大说大剑才是，拔刀大剑开荒神器。开荒神器啊，可以。嗯？你呀、啊？可以啊。锤子对新手就没有太友善。如果是一个纯新手的话，哦，会玩的话，锤子当然很强。啊，你真会说话！全新手玩锤子就是被魔物撞到爆啊！哇，我好猛啊！直接上面死了。
我滚上去欸，虽然应该不是我的刀，不是，应该是吧 ？HTT 有色啊，我这是贯通啊。对啊，我滚上去。你是那把是民国的吧？不是啊，不是民国的，怎么那么显得那么小？这把是飞雷的。你们为什么会看到有飞？他贴皮啊，就是贴皮哦。贴什么？彗星。三二彗星啊，全部贴彗星啊！我已经把这把升到顶了。真的假的？全都彗星啊！比驯龙的好用多了，不知道谁推荐我驯龙这辆武器？不是我。我今天在研究哪个比较好，我三把全部做了，驯龙、风飘跟这一把做一做，发现这把比较好用。那个是打贯通的吗？贯通啊，三把都贯通啊。啊，我选这一把。赞。风飘，驯龙，风飘。看到没有我的精彩画面？来来来来，分享给大家看。我的精彩画面大概是要魔物相扑，我看不到你，我看不到你，我在 GGG。哈哈哈，你在干什么鬼？为什么你画面是这个画面？我就在滚哦。好。哦，你是用那个？然后我看到我的爪子。你的爪子在哪里？他屁股啊。他的锤子啊。等一下，我瞄一下好。到底是什么、啊？哪个爪子？没有吧？没有看到。我有看到我那一张你的爪子啦，我没有看到你那一张你的爪子。我的没有啊，我看不到我的爪子啊。Oh. 我说你的爪子啊。对啊，我说我这张有你的爪子啊，在他的尾巴那边、啊。对啊，拔刀大剑就是慢慢磨啊，但是就是容错率很高啊。对啊。当时玩了一下，我就马上不玩了。我干，这种垃圾套路，脑残。啊！新手绝对按我的四打法。手残的人也能玩魔物，就会出现这种主题。只要你出一刀就可以了，就马上收刀。可是拔刀大剑只有爽那一些啊，续山超痒的。跟变装备，是的。我突然爆卡、欸，为什么？中路还是？我有时候也会啊，就突然卡、啊。猫的爆头头巾加猫的后面交给你们了，是哦，顺补。叫挖矿吗？这边有矿挖吗？没有。给他找一下，他有点不太明显，好像在墙壁上。没有，这边只有毒妖鸟、水妖鸟。好，水妖鸟再去。先砍水妖鸟。
好，直接把你赢下。要跑去喝水。到了哈，让他撞。你是什么流派的太刀啊？为什么一直上车？啊，我只要你捡我的东西而已啊，捡那个掉落物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一直捡掉落物？我刚刚撞过一次没有掉落物。学校从扩散变撤家这件事情已经知道很久啦、啊。对啊，手说别人。嗯，他会下来睡觉啊？他在下面吧？对啊。下面吗？对啊。好。就很无脑啊，所以我没有用啊。因为我需要更无脑的玩法。啊，穿错衣服了。什么？没有，我以为是你要撞，结果你飞出去。我想哦，你是水质，是我的、啊。没有，是节操，看节操太头就没有。还在撞一次。不是啊，没有啦。我想说，你如果要掉落物，就不要抢头啊。我通常一开始都不用在抢头，都是尾巴、啊。
我看你在头上敲欸，我想说你要再撞就给你撞啊。哎，刚刚是要我要撞啊，按理说我要掉落是因为那时候我要抓尾巴，你也在抓尾巴。大家还是续单爽一点。群面鼠啊！他从后面就开始动不了了。明波打谁的？他又要打地战。看一下我巨魔有没有？没有。看一下，我应该有立战明波。我记得你刚昨天就是你接的吧，还是谁？昨天我那个打完了、啊，好了，奖励就没了。啊，我的两个人的。啊，没有，那我立战。哇，我剩三个奖励了。奈斯有吗？我适合的只有两个奖励。就我来吧，我有三个。等下，我看一下我的。好，你们是要力战的吗？对啊。顺便刷珠子跟那个土鸡。好，我有。可。好 carry 哦。
报酬金啊。我没吃。哈。我没吃饭。没有。没有。好，我吃生命保险哦。好。好。小金呢、欸？啊，小金这只，哦，哦，注意哦，叫我们大河。我来看一下。耶、欸，我小金有了。啊，你总会有小金偷偷打。因为我们都四个人打的时候，我只好一个人。我在下面吗？上面干嘛？下面啊。不，你是猫咪。来了，动手，亲，哎，没人要上吗？你这个位置。吸水，被麻烦哦。哎，好扯哦。没事，自己的保险自己用。真是吃保险自己死哎、欸，每次都这样哎、欸。